危险，所以老师不会让你们做这个实验。好可惜啊。没关系，我有几台 VR 眼镜，可以模拟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验。好棒啊。第一个就是要做水从液态变成气态的实验，请把温度冷测器加热到28度，这时水就会沸腾。接下来，只要温度低于冰点，水就会结冰，空气里的水分也会变成水滴。请用可变电阻模拟温度降低的情形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到此结束，下课了。我回来了，哇！今天自然课的课程都学完了，以后我就会记得原理，不再只靠死背课本。我要成为一个学生样样精通的好学生。刚在演示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，这上面其实都有写几项，然后它就会显示像什么，现在水蒸发了，现在水结冰了，然后这个是用这样，用了这两个型的可变电阻来做到，相机的颜色可以有三种它的形态这样，然后这里 ending 的时候就会讲解原理，然后这两个出来就会像他说的这个。互联网一样会模拟上传云端啊，就是上传看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班主任，那时候就想说，气水变成三碳，然后我们一个人讲完可以做一下 N 实验，然后就是这几个有想到这样。这个是能让。孩童他做实验的时候可以就是不会受伤害，然后我们的水就是常对水它是会用到的，好对其实好啊把它讲完好好水的常温，水就是常温的时候会是水，然后低温就是冰，高温就是蒸汽，然后这就是刚刚在那个流程图都有说过了，对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分工的部分这样，然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孩童能够安全的做实验，然后也让他爱上实验。那他们在探索知识的时候也可以又更安全，那他们因为安全的关系，他们不会感到他可以更尽情的探索更多的东西。第一个问题是这两个怎么接在一起？就是这一个是先用存放的方式去学习这个所有的电池，那这个就是连 transformer， 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先用广电，我们只让它有点类似用发电包或者是间接的方式让它传过去之后，发电包是现在怎么沟通这里？这边只要它感受到，用那个，那这边运算完之后呢，它就会震到这边，这边就是我们来代表它有。那我想你们
讲的，你们这个想法非常棒，但是所以这新闻怎么危险的是他想不出来，所以有时候你要去说服一下评审哪里哪个部分是危险的，因为整个过程我没有听到哪一个部分危险，28度的水危险吗？还是几度的水危险？为了所以你要作品里面要呈现出来，了解吗？这是我想跟你说的地方啊。出来真的超棒的，谢谢。你时间还有1分多钟，你们要补充的？我们抢分哦。我们就是那个温度的部分，因为28度，我们要让玻璃化，就是因为水的沸点是100度，我们用温度感测器，不可能让人家把它用到100度，就是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就是让它模拟到28度，因为28度是室温，然后可以亲人的温度，不会说太夸张这样。所以说我们这样28度，我们就说啊，我到100度，就是让它更简单，我不用花那么多时间等待它到100度。模拟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